荃灣嗰啲啊嘛，再嚟睇呢個歡迎我哋粉青再出場先啦，好唔好？今日好齊人啊！我先請你 keep 住你哋掌聲，我邀請李靖君、陳海玲、鐘雪瑩、雲鶴瑩、黃淑曼、李宇春、黃怡、宋嘉怡，之後係再大聲啲掌聲好唔好？邀請埋導演葉少君阿温。大嘅呢場，我哋邀邀請我哋神秘嘉賓導演導演主任，主任，阿西好準備㗎喎，陳秀慧導演，收埋牌先，得閒再東下訂款。打張票彭帥女演出啊！俾掌聲好唔好啊？多謝導演有人支持埋我哋《中招小秘球》，好啊！好多人靠聽住啊，跟住嚟。喂，影視君，應援團又嚟啦！應援團又先。多謝。你俾咗幾多錢啊？請問？整間皮面嘛，皮面。好啦。呢場係第一場會後，咁樣俾掌聲，你買到飛好唔好啊？今天最嘅觀眾。好，導演就事不宜遲，交個時間俾觀眾朋友同我哋。我哋大家好，我是宋嘉怡戲入面的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Ocean 戲入面裡面爆炸頭的蘇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宇春戲入面的吳曼。大家好，我是 Diana 黃淑曼，我是戲入面的 Paula。 你那麼可愛，你有多快？我剛剛有我都做翻個聲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卡，我是戲入面的社工翠兒。好跳，我做不到那個感覺，所以阿卡呢場偏心啊，你有心態，有 QQ 啊呢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鐘雪瑩，是范教。係鐘雪瑩，係之後陳海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陳海玲，咁我就是林莉，正音正讀，鼻音好勁喎，陳海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Gladys， 我是紀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嘉怡，我是楊姑。楊姑，俾掌聲楊姑。大家好，我是入面，唔會啊。入面受傷認住啊。最後都要爆出嚟，嘉怡話曬。因為呢個時候真係交俾觀眾咧，有冇邊位觀眾朋友特別有啲想分享嘅説話？我有啲小禮物準備俾大家，會唔會吸引啲啊？有問佢啦，咦，即刻有啦，即刻有，原來禮物係有用嘅。我唔想食咁多位，我咧就係阿導演嘅老師啊！有啲老師組團咧嚟捧阿學生場，咁咧就應該好係嘛？咁咧就同埋咧頭先嗰啲道具都係無效啲玻璃，唔知大家知唔知？導演借翻嚟嘅，呢個應該都唔係重點啊！重點係我有落 iPad 有冇借翻？見到某中學啊，係啦，多謝導演你啦，令到我睇到喊咗幾次嘅。啲對白好有意思，咁我唔講太多，咁都係對我哋香港人一個激勵啦。特別係講有啲問題，我哋唔係唔解決，我哋攰，我哋要休息，大家都要保重好自己。多謝導演，係啦，多謝市長，多謝市長。市長係我中學嘅時候住校社工。所以我作為社工咧，睇呢就係更加有感觸啊！多謝你，楊姑娘。多謝嘉怡。好，仲有冇其他朋友？頭先有説仲有，好，你留意。多謝導演拍咗呢套戲啦，咁我想問點解你可以當初會諗呢個 idea 拍呢套戲？其實本身閃避球呢個 idea 咧，就好早之前已經有，我覺得呢個運動好得意，好好玩，咁
就好似運動與呢個比賽之間好 flexible 咁樣。咁但係其實係經過咗呢幾年啦，即係揸住呢個題材，但係唔知跑。咁但係經過咗呢幾年之後咧，突然間，咦，可能周遭個環境啦、氣候啦、所有嘢咧，覺得哦，因為閃地球有閃地球自己嘅哲學同埋所謂嘅身體，咁覺得好適合而家呢個 moment 去處理，咁所以就揀咗閃地球呢個運動嚟拍。好多謝導演，我哋仲有冇時間啊？少少時間，仲有冇最後一個話題？咦，邊度邊度？喂 ，Hello， 我想講我都係一個社工，我都係姓楊嘅，我都係楊姑娘，係我都係做青年工作嘅咁樣。咁我覺得即係我都真係衝住個 poster 見到，因為社工喎咁樣，咁就入咗去睇。我覺得好觸動就係、是。即係我都會，我都係一個比較新嘅社工咁樣，都覺得誒有時候好灰心啊，因為體制嘅合縫真係一小集咁樣，係咁就係好多謝係一套好好激勵嘅電影，我會推介我啲同工去睇噶。必須必須，多謝體制合縫加進造。你不如呢個時候問一下拍手嘅導演啦，今次第一場參與我哋嘅謝票場，你覺得我哋氣氛點先？你覺得我睇下。好感動啊，真的好感動啊，好感動，因為阿温第一部電影，咁我嘅第一部電影咧，佢就我副導演嚟嘅，所以今日佢已經大個仔啊，咁我覺得我個人唔撐啦，就算我地有抹地好都滯啊，我講嘅，但係我下一次會做副導演嚟㗎，冇問題，會梗係會係啦，我都會跳出我自己方法鬆嘅，希望大家都可以。好，多謝導演，多謝兩位導演。我呢個時候都要同一啲人嘅導演張大合照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哋主導演，導演。